一头白发出现在舞台上，她是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史上最年长的参赛者，来自韩国81岁的佳丽崔顺花。随着2024年环球小姐取消年龄上限，崔顺花也抓紧这次机会报名参赛，甚至勇闯韩国区决赛。你看，在星期一的决赛舞台上，崔顺花和31名年龄相当于她孙女的对手竞争，但她丝毫不逊色，步伐从容优雅，还在比赛中展现歌唱才华。这个이나이에도용기를잃지않고뭔가이렇게왔을때바로그거를도전하는그런제가정신을가졌기때문에저를보는많은사람들이나이가들수록뭔가를내가하고싶은일을해야되겠고그일에도전해서그일을할때에건강하고삶의즐거움이있다는것을좀제가전하고싶고꼭그렇게하기를원합니다虽然崔顺花最终只摘下最佳服装奖，无缘后冠，无法代表韩国参加11月在墨西哥举行的全球总决赛，但她凭着银发佳丽独有的魅力和自信，成为全场焦点，登上国际新闻版面，锋芒甚至盖过冠军，可说是整场比赛的最大赢家。